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20年5月3号，星期天，农历是4月11。好，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哎。喂，师傅吗？哎，你好。师傅，没想到给您打通电话了。嗯。乖一点呀，好好念经啊，在家里，好吧？是的，我一直在好好念经。嗯。然后，师傅有几个问题。嗯。师傅，您最近的白话方法特别好。嗯。然后，弄得很多时候都来不及学。嗯，慢慢学呀，不是让你们一下子学的呀，一点点学呀。明白了吗？对，每天都好紧张。嗯。天天的就是白话佛法，然后小房子呀。嗯。一点时间都没有。对啦。去做别的事情。对啦，这就是在成就菩萨道路了呀。哎呀，断掉了。喂。喂。哎呀，这里断电了。喂。好，听众朋友们，现在因为临时有一些故障。喂，你好。喂。哎，师傅好。啊，你好。嗯。哎。啊，请讲，请讲。哎，师傅稍等。啊。啊，戴上耳机。哎，师傅听得到吗？师傅。听得到。哎，感恩师傅。啊，弟子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师傅。哎。嗯。听得清楚吗，师傅？听得清楚，讲吧。好，我问，第一个问题，师傅您开示过可以许愿不停的放生，这个不停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呢？请问是一个月都坚持放，还是就只要不停的放生，还是每天365天天天放才叫不停的放生？都可以的，不停的放生，你一年跟一年放也叫不停的放生啊。那你自己功德做的多，你就得到多；功德做的少，你就得到少呀。哦，不停的放生，你也可以说你早上放了，下午再去放也叫不停啊，对不对啊？这是个概念。这只是个概念。概念。嗯嗯。啊，概念。哦，那许愿不停的放，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大愿吗？师傅，你开始一下，是个大愿。那当然了，你说我一辈子放生，那也是个愿力啊，大愿力啊，这说明你一辈子想救度众生啊，你想不杀生啊，对不对啊？你想。啊，能够放生许愿啊，念经啊，都是愿力啊，大愿力，好吧？大愿力。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您在来信379中说，佛有求子，师傅开示有福德容易怀孕。现实中有的家庭人很富裕，长得也很有福气，但是结婚多年求不到子，这种有福德是，但是不容易，这是什么原因呢？师傅，这个问题。福们有很多种的呀。有的人有钱也叫福气呀，有的人生孩子子孙满堂叫福气呀，有的人公司工作顺利也叫有福气呀，老板看着上你，让你好好的工作也叫有福气呀。这个福气是不是全面的呀？对不对呀？不是全面的。啊，你长得好看，你没钱，你长得好看算不算有福了？对不对？也算，是这个概念。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您上次开示说癌症与血液有关，如何理解呢？师傅，这个癌症病与血液有关？癌症嘛，就是血液的血液病呀、啊。癌症本身这个细胞源嘛，跟血液连在一起的呀。你想想看，任何癌症怎么跟细胞源没有关系呢？癌症是什么呢？癌症它就是一种细胞的变化。你细胞变化了啊，你就癌症了。它主要是一种细胞叫癌胚抗原，明白吗？癌胚抗原体发生变化，这种抗原体发生变化了，那么你就麻烦了，啊。那师傅，这种血液病与灵性有关，是你说灵性可以破坏血液，是这样吗，师傅？是啊，
他最容易破坏血液了，啊。哦。你想想看，哦、你想想看，比方说你经常不开心了。嗯。你啊，生癌症的人是经常不开心的。恶性肿瘤就是当一个人他对自己正常的那种啊生理上的一些细胞源呐、啊、血液呀、啊、淋巴部位啊、嗯、产生了破坏或者增殖，它就产生恶性循环，恶性循环之后就会生恶性肿瘤呀，明白吗？嗯，明白明白。那师傅，我进一步问，那有的人他突然得了癌症，他平时以前都是心情挺好的。那你说得了癌症不是地府挂号吗？那地府挂号的话就是通过血液就出问题来产生，是这样理解吗？如果癌症的话基本上就是已经是�ua号了呀，已经帮你挂号了。挂号，他逃不掉了、嗯、因为你这个人饿了呀。因为为什么呢？你过去有些人说我很好的，为什么我会得癌症、嗯、你是很好啊，你从来没做过坏事，是很好啊。你吃了这么多活的，你跟这么多的动物结缘了，你算好人不啦？嗯，那不算不算。啊，你杀了这么多的动物，你把每条鱼啊，人家说千刀万剐了，你把它的鳞片刮掉、嗯，就等于把你的皮肤拉掉啊。嗯，明白明白明白。啊，是。你说说看。那师傅多安。啊。你师傅讲。你讲。嗯。好、啊，师傅你先讲吧。我讲的就是告诉你，你要记住了。嗯。任何癌症就是因为你在杀业犯杀业的时候、嗯，它有一种心态的。嗯，这种心态实际上在灵界是属于侵犯哦啊、侵犯了你，侵犯了另外一种动物啊，致使这种动物产生一种啊恶气，而这种恶气就会在你人体的遗传基因染色素上产生细胞的啊增生症，也就是说细胞增生，那么增过头了你就得这个毛病了。哦，你杀了那么多，它也会形成一种能量体的一种恶气来报复你，是这样理解吗？师傅，非常厉害的，非常厉害的。嗯。哎呀，我、现在明白了。那师傅得癌症是不是与百分之多少与杀业有关呢？嗯。哦，百分之至少60%-70%哦。呵呵。哎呀，明白了，明白了。你举个简单例子，哎、一个女的、她为什么晚年会？得各种各样癌症啊，他因为年轻的时候他一直杀鱼啊，他做家务嘛，他杀鱼啊，对杀生啊，杀到最后他癌细胞开始扩散了，开始就产生了。那个时候说我人很好呀，我一辈子没做什么坏事啊，我做家庭妇女什么，哎，家庭妇女杀业了，别忘记啊。对，师傅他们还装说，哎呀，老天爷怎么不长眼啊？我也没有作恶，我这一辈子怎么会得癌症呢？就是告诉你了。我告诉你，你心眼不好，还有一个心癌呢。现在医学组织上叫心癌，你知道吗？心癌就是你的血管瘤，在血管组织的一种肿瘤啊，就是说你的心脏这里，心脏这个周围产生瘤。心癌是什么意思啊？先天性关闭不合，也就是说你的梗阻啊，脑梗阻啊，你的心血管梗阻啊。实际上就是你经常想不通啊，经常难过呀，就像你刚才讲的，经常叫老天爷的话，你死得更快了。因为你、他以为你以为你没有业障的，你杀生你杀业，你不叫业障啊？对对对对对，师傅，你刚才说的，你叫老天爷，你还以为玉帝、玉皇大帝冤枉你，岂不是你更造了业？是这样吗？对啊、是这样理解吗？对呀、啊，你对别人的不了解，对别人产生误会，你是不是业障更重啊？对呀、啊，你还觉得玉皇大帝对你冤枉你，岂不你不懂因果是这样吗？师傅，罪加一等是这样理解吗？对呀、啊，对，这是我相信那个地府的那些官员，他们可不客气的。哦，哎，明白明白，哎，是，明白了。那师傅，现在有的女性宫颈癌、乳腺癌，这个大多与打胎的孩子有关，还与啥有关呢？像宫颈癌、乳腺癌这种。邪淫呀。你想想、哎、你想想看，一个女人邪淫的时候，她是心里很紧张的，她又怕自己的家里、哎、老公啊发现，所以她要偷、哎、然后她平时在处于一种高度的紧张状态，她的血压会升高，她的心血管系统都会产生病变，所以当她在做这些坏事的时候，她没有一种特别特别的啊一种啊这个 relax， 就是说非常
心情非常舒适的那种快乐的感觉。他这种谈恋爱谈在了心里很难受的，明白了吗？他谈的难受之后，他的血液就发生变化了呀，紧张啊，任何一个动物处于紧张的状态啊，这个慢慢的慢慢的，他就会产生一种病变，尤其是在血液里呀，明白了吗？那师傅，你像这种妇科方面的癌症，宫颈癌、乳腺癌，它与邪淫有关，还与打胎的孩子有关，还有与啥有关呢？师傅，你开始一下。恶呀，人恶呀。哎，明白了明白了，哎呀师傅您真是今天给我们讲了，哎呀你不说大家有的还不知道这种癌症重生物。你看一个女人饿得不得了，她是生癌症的呀。哎呀是。因为她这个、因为她这个本来你的心脏挺好，本来你的各方面的肢体功能很好，因为你当你仇恨啦，很难过啦，不开心啦，那么你整个的免疫系统产生破坏了呀。你免疫系统的组织产生了破坏之后，你的肌肉啊、脂肪啊、神经啊、血管呐、全部都会转移的。转移嘛，就是我们说的癌症转移啊。听到了吗？对对对，对，师傅，你以前讲过，不是人家做过那个实验吗？在水的上面贴上几个字“阿弥陀佛”和“恨死你，杀了你”，结果显微镜它不是研究就不一样，那个水分子结构就发生变化了。对呀，花纹花纹不一样的呀，出来。对对对对对，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有个人梦到师父在上面讲佛法，我在下面听，就是一个课桌之间的距离。师父讲的意思是多读白话佛法，要做笔记，要做笔记。师父是不是要做笔记了？白话佛法要、开始一下。我们师父所有在我身边的弟子全部都做笔记的呀、规定的呀、没有一个不做笔记的，因为你听过你就忘了。对对对对对。你做笔记的时候，在你80天中就会记录进去的呀，所以。很多人记仇本，所以他在最后地府就把他拉走了，因为你有仇被地府发现了。如果你记的都是佛法佛言佛语，那你说说看，你是不是得到的是菩萨的加持啊？是是是是是。那师傅，你刚才讲的菩萨的加持，这个加持有什么样的作用呢？是去病消灾还是什么呢？延年益寿，你再开始一讲。全部加在一起的呀。你比方说，我就问你，你喝一杯牛奶有什么作用啦？身体健康呀。那你三顿、对对对对，三顿饭有没有作用啦？那对对对对，明白明白。也是身体健康呀，它就是不断的增加你健康的增上值啊，这种增健康值啊，明白了吗？哦，其实也宵夜也帮你过关，也有这种作用，是这样。一样。你比方说你差一点点，你今天买一样东西999块。你差1块钱、你这个1块钱如果菩萨给你一加持，你就100了，你就可以买到这样东西了。那样东西要100块，明白了吗？它相当于推了你一把，就是一个助力。对呀、那师傅，你加持加持我吧，师傅。一直在加持你，否则你怎么打得进来的？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他不是说有人不是梦考吗？考修心方面的问题吗？考境界。如果是梦到在一个班级里，一个同学晕倒了，别人都不敢上去看，他赶快把他所救起来了，这是考的啥呀，师傅？那考的无畏啊，无畏不是啊，无畏不是啊，人家不敢，他敢啊。我过去就这样，我在学校里就这样的。我才不管老师呢。一个同学如果突然之间难过了，在边上或者晕倒，人家都不敢上去，我就上去了。那师傅，那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不是现实社会中不是有的老爷爷倒了，有的人去扶他，这个老爷爷赖他是他把他撞倒的，这是什么原因的因果呢？你要做好事的话，你还怕背啊？那师傅帮多少人看，我怕自己身体的，我从来不顾自己身体帮人家看图腾的。明白了明白了，这个就是境界问题啊。那雷锋甚至发着高烧还在帮人家推车呢，被老妈妈呢。对不对啊？明白了。对对对对对。那梦到检查环境卫生，发现自己的桌子旁边缝里有灰尘，被检查的人看到了，这是考核啥呢，师傅？被检查人员看到什么了？那他那个他不是梦到检查环境卫生吗？发现自己的桌子旁边的缝隙里有灰尘呀、被检查的人看到了，这是考核的啥呢？这个就是考核你的消业呀，没消业呀，消不完的，没消好啊。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
那师傅，有人说如果修六度是修菩萨道，修十善业和除三恶业是声闻缘觉，那儒家的五常和忠孝慈以及君子人格是不是理解为修天道呢？师傅，这个问题您开始一下。不要把菩萨的东西分成三六九等，都是与人为善。你这样比较好，因为学佛不是去跟人家比呀、是要你觉得哪个是适合你的，对不对啊？儒家教育有儒家教育的方法，他能够讲儒家的教育的思想的话，他也可以拥有佛家的思维的呀。他也有他的这哲学和宗教体系的呀。儒家思想他很好的呀，他是尊崇啊，就是遵照啊，尊崇啊，对不对啊？仁义礼智信，你说在生活上哪一个能缺少的？对对对，那你缺了仁义礼智信，你不可能成菩萨，是这样吗，师父？对呀、你想想看，一个人连仁义都不讲，连道德都不讲，连智慧都没有，连信用都没有，连孝悌都没有，你说你怎么修学佛啊？对对对，地藏王菩萨就是大孝啊，对啊，人家木。对，人家穆建莲也是孝啊，师傅、是吧？穆莲救母啊、对不对啊？对对啊，对，你不孝顺行的，所以他这个学佛本身是一种根基的，明白了吗？根基好，什么都好；根基不好，学什么都不行。就是我再举个简单例子，你搞体育运动，你每一样东西都可以搞，你最主要你要有身体呀、你身体不好，搞什么运动都不行啊！对对对对对，明白了明白了。师傅，你还记得不是你那个当时那个香港法会上，三百年前的大藏僧啊，意念上喜欢了一个女子，三百年都没投胎啊，所有的功德全部都没有助他上天。对，你说这个看不破情网，那你成不了菩萨，超脱不了六道啊，是吧？对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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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呀、你现在看到了吗？就是过去我在这不是有一个人在他身上嘛，结果后来师父不是让他跟他身上的那个灵界讲话嘛，就这样。对对对。哎呀，这个情关不过你，哎呀，很难成为菩萨哈、就是在轮回啊。好，下一个问题，5月1号问答节目里有个师兄问师父，他说可以先念好小房子往生后。往生以后送，那他右边净赠处是写他的名字好，还是写他往生后家人代写呢？是否这个问题？往生后代写也可以，提早把他的名字写好都可以。其实这个都可以。最重要的是什么时候化掉的问题。化掉的问题。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我看看，好，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在上香的时候，香插在香炉里的位置有讲究吗？是否这个问题？当然有讲究了，您开示一下。你说你这个问题，香不插在香炉上，插在哪里呀、不，香炉里的位置，香炉里的位置。香炉里的位置，位置当然应该插在当中啊。那家人在续香那位置上有讲究吗？这个问题，如果能够续香，在当中还没有烧完，你只能插在边上啊。最好是前后左右，左右放在后面，最好是先是前面或者后面当中。那明白了，明白了。那替别人上香呢，是先放哪里呢？一样，你觉得要尊重别人，让人家放在当中。你可以放在当中的前面或者后面。很多人不懂事情的，啪啪啪就往当中插，那么人家主人有的时候就没地方把香插了嘛，只能插到边上去了，明白了吗？明白明白。下一个问题，师傅，有一个佛友，不是他一个女的，她以前不是婚外情嘛，她分开了，但是呢她一直忘不了那个男的，她是欠这个男的了吗？是这样吗？欠还没还完呀，就分掉了。那他是烧化解冤结，给那个男的烧化解冤结的烧药精者好，还是烧他俩之间的化解冤结的小房子好呢？像这种情况嘛，就要化解冤结的呀。做不到的事情不能做的，因为你学佛了，你不能去延续的。你这个延续到后来你会出事的呀。对对对对，那师傅他直接烧化解冤结的小房子就可以了，是这样吧？一直化下去。对呀、不想他为止。对呀、对呀、对呀、
是是是，哎呀，不容易的。那你让真的不容易啊，嗯。那师傅出轨的话，嗯，地府给审判吗？判吗？师傅这样婚外情，我当然判了，这开玩笑，绝对判的。嗯、你像这种、嗯、这种事情的话，如果你没有功德的话，判的更快，很快就现报的。如果你有点功德，还消，听得懂吗？嗯、那很多人为什么还没出事？哦、他一边做坏事，一边做好事呀？嗯，对。师傅，您说的太对了。有的人说，你看他又有钱，又有在外边找的女人，人家活得很逍遥自在呢。只是他福报没享完，是这样吗，师傅？对呀、啊，福报没享完，而且呢，他还什么什么捐钱造庙啦，还帮助人家法师啦、嗯嗯，你都没看见呀、啊。所以他还是有他的功德的呀、哦。你没看见的话，他也是在消他的福报呀。听得懂吗？听得懂，听得懂。师傅最后做一个分享，我觉得这个让大家升起这个信心。秘书处也请示您了，这一个是关于心灵净土的。师傅您我分享，您休息一下。是佛陀，今日我佛陀为童子开示心灵净土之奥秘。佛子们若想进入心灵净土，当跟着你安世一门精进，永不退转，才生心灵彼国。心灵净土乃是观世音菩萨愿力所为，为心灵法门的佛子建造。心灵净土离西方极乐世界不远处，若佛子想去西方极乐世界，意念即可到达。心灵净土的房屋乃是根据佛子的意念所形成，花园楼房此乃殊胜无比。欲去彼国，当一门精进，尊师重道，发起往生心灵净土之愿。待佛子往生，我佛必去接引佛子去往心灵净土。今日五佛就为童子开示到这里。大势至，改个大势至菩萨，吾乃大势至，今日见佛陀为童子开示，也借此缘分为广大佛友开示心灵净土。心灵净土乃观世音菩萨愿力所为，这些都不用我再次说了吧。心灵净土乃是心成立佛之净土，欲去心灵净土者，当发起大愿，听安世缘，不可退转诽谤你师父。在人间应提高境界，不留恋人心之事，放下家庭乃世俗之物，一心去往彼国之心，心干净意纯洁，不造心业，人间处处为善，心中时时念佛。佛子们应当发起彼国之愿力，好好念经消业，不与人为恶，切莫对众生有恶念，若有恶念者，往生不得心灵净土。今日我大势至，就是到这里，望佛子们好好修，五佛等待众佛子们。哎，师父分享完了。嗯，你看看大势至菩萨佛陀都非常非常的慈悲啊，对不对啊？啊，你看看他们都护持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啊，对不对啊？是。我再三跟你们讲的，根本不是师父什么道场，都是菩萨的愿力所为啊，明白了吗？对对对，你像那个药师傅，他就是他那个也是画出他那个道场，对呀，琉璃世界，对呀，他琉璃世界都是菩萨自己愿力画出来的。明白了吗？哦，那师傅，你看菩萨告诉我们，也有地狱，也有天上，就是让我们知因懂果，是这样吗？师傅，不要去作恶。是啊，你一念在天上，一念在地狱啊，明白了吗？嗯，明白明白。那师傅，你最后开始一下问题，那个他佛陀也说和那大势至菩萨要升起去往心灵彼国之愿，怎么升起呢？师傅，您开始一下，师傅。升起一样的呀，我今天要做，我不想再来投胎了呀。我要断六道轮回呀，嗯，你这个心一定要有的呀，你没这个心，你到不了心灵净土的呀，能到不了是吧？你就说我六道，我不能再六道轮回了，我就像一个孩子一样的，在人间吃苦吃了太多年了，我有下辈子不能再来投胎了，不能再六道轮回，我要升起到心灵净土啊，这愿力，我要到啊更开心的地方，到更干净的地方去了，明白了吗？嗯，明白。那师父，大势至菩萨说不留恋人间之事，放下家庭乃世俗之物，是不是你走的时候你放不下，你根本去不了，是这样吗？师父，我问你，你放不下你也得放下，对不对啊？对对对对对。你说你死快了，你还留恋什么？嗯，你留恋都留恋不了了，人都要走了。你只有赶快放下了呀，你活着的时候讲起来你留恋还能看看他们，你要到走的话你不留恋也
你想留恋也留恋不住，你不留恋你也得走，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好，最后他们业障他们自己背，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的恩师卢金红台长法体安康长久住世，在人间救助更多的有缘众生。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谢谢，感恩师父。师父再见。啊，谢谢谢谢。喂你好。喂。哎呦，听不见了，要命了，这个电话是有问题。听不见呢，听不见，哎呀，真的。这个因为这个电话线的信号非常不好，麻烦了。一点都听不见的，就是乱就听到声音啊，一点字都听不见的，很麻烦。不是这个电话，哎，现在好了，现在好了，你不要，哎，现在可以了呀，不要用话筒。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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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听得见吗？你听得见吗？喂，你听得见吗？哎呀，喂，你听得见我的声音吗？啊，我听见了，我听见了，现在听见了，师傅。啊，讲吧。喂。啊。啊，我师傅啊，你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最好的人。我学你心灵法门接触了5年了，我领会通了，我也明白了。师傅啊，你辛苦了，你累了。啊，不辛苦。你救人救这么多呀，真的。不辛苦，应该的。我非常感谢你啊，你太伟大了。那我简单的说啊，我这样啊，我总是做梦啊，去洗澡，那个洗就是可脏啊，人可多。我老是去洗不成，回来了。就是你一直想，一直想自己在消业障，但是你每次的都没消好，业障没消掉，你听得懂吗？这样啊。OK， 那我明白了。还有我总是说，听不见，又听不见了。老妈妈，我听不见。老妈妈，你要是实在听不见的话，你能不能叫别人给你写了？你就说我是这个上次打电话，这个师傅听不清楚的，我会回答你的，好吗？因为现在我听不到你声音，可能你听得到我声音，老妈妈，好吧，真的不好意思了，电话不好啊，信号很不好。好吗，老妈妈，不要着急啊，你慢慢再看，想办法换个电话，换一个另外一个电话公司打打看，好吗？我不要浪费你的那个电话费了啊，你慢慢写个信过来，好吧？你要是换个电话线再打打看啊。喂，你好。喂，你好，师傅。啊。弟子给师傅请安。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请师傅，慈悲开示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请问一下师傅关于佛台的问题。就平香炉、清洁油、灯、换水、换供果，如果按照设佛台的顺序可以吗？可以。就是第一先啊，第一先平香炉。然后清洁油灯，然后再换水，然后换供果，换鲜花，这样。因为你这个没点火，你就没有点油灯没关系的呀。好的。如果几位同修一起，可以每位负责一项同时进行吗？可以，可以。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第二个问题，就如果大厅佛台在上香，就洗衣房在另一个房间，可以洗衣服吗？洗衣房在另一个地方是吧？对，洗衣房在另外一个房间，可不可以就洗衣机运转？可以，洗衣服可以啊，干师傅。还有下一个问题就，
佛台上就油上完香，油灯还在，然后同修可以在油灯还开着的时候一边用餐一边听师傅开示吗？可以，没问题。感恩师傅。然后师傅开示过，油灯点着的时候不能在佛台边打扫卫生。那请问，如果在一整天烧香的情况下，如果香灰掉下来，可以请菩萨慈悲原谅我们先清洁一下，庄严佛净土吗？不要用扫地呀，傻姑娘，用抹布抹呀，抹布擦呀。好的，感恩师傅。扫地不好的呀，不尊敬的呀，听不懂啊？听懂了，感恩师傅。还有师，请问师傅，那个挂菩萨挂坠上的那个小珠子项链，那些小珠子是不是纯圆形的，比有几个棱角的那种圆形更好呢？哦，当然圆形好了，不要棱角的，棱角不好的。好的，师傅也曾开示过那个血浓度太高吃复方丹参片，那如果血浓度太低的话吃什么比较好呀？心脏是吧？对，就血浓度比较低的话。这个就正常的丹参片就可以了，没问题的。就水浓度低也是吃丹参片吗？可以，没问题。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生活在一起的家人、夫妻或者朋友，如果说对方曾经在某个方面伤害同修，是否因为同修前世曾经在这方面可能伤害过对方呢？一定是的。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的呀，都是缘分呀，无缘不来的呀。好的，感恩师傅。然后如果自己好好忏悔改进自己这方面的问题，回头再看对方就像是菩萨来度化我们的，这样理解对吗？对呀、你觉得别人来帮你，人家吃饱饭了，人家为什么来讲你不好了？讲你不好就是来救你呀。好，感恩师傅。好，所以就看到对方身上有什么缺点，是不是代表自己前世曾经有这方面的缺点，然后要更加要改正啊？这倒不一定了。哦，因为你看到别人的缺点，可能是你今世的，也可能你上一辈子的都有，不一定就是说你看到他的毛病就是你身上的毛病，不会的。感恩师傅。还有师傅，就以前开示过青色的那个水果，如果不会变黄的话最好不要供。那请问一下，那个奇异果，就是那种猕猴桃、颜色偏青，可以的，就是偏绿色，可以供吗？这可以供，可以的啊。好的，感恩师傅。然后下一个问题是，念经或者读白话佛法时全身发热，是不是有菩萨在加持我呢？哦，一定的，100%的。是不是这样就可以有助于打通任督二脉，让身体越来越健康呀？是。感恩师父。还有同修呢，请问一下，如果一个人不喜欢自己的家乡，却更喜欢另外一个城市，虽然自己的家乡也在市中心，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啊，师父？对不起，没听清楚，再讲一遍。就是同修呢想问一下，如果就是一个人不喜欢自己的家乡，但却喜欢另外一个城市，虽然自己的家乡其实也是一个城市，这是什么原因？这缘分呀，很简单，缘分呀。这是缘分问题。你喜欢哪一个地方，你上辈子跟这个地方有缘分的呀。感谢。很多人妈妈生出来的不喜欢妈妈，喜欢隔壁邻居，有不啦？有的。缘分呀。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同修呢与他的女儿最近有分歧，可不可以这样，每天上香求菩萨说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女儿某某某来帮我修忍辱，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让我把他当作未来佛来度化他，我过去做的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我真心忏悔，求菩萨慈悲给我智慧，让我可以更好的教育他，这样可以这样说吗，师傅？都可以说呀，这个没问题的呀。问题你说了之后，你要真的去做的呀，明白了吗？就是说了之后要去做。你不做的话，你天天跟菩萨说，菩萨都知道了呀。好的，好，感谢师傅。师傅就是因为，现在有挺多那种单亲妈妈的，就对于一些单亲的妈妈，平时呢自己要经者比较多，然后又忙着还债或者做功德。可能在陪伴和教育孩子上的时间会相对来说比较少，沟通也少，所以就随着孩子的成长会有自己的那个思想，到了叛逆期，就是这时候呢就妈妈会觉得教育更加力不从心，然后跟孩子也会有代沟，请师父给这些同修慈悲开示一下可以吗，师父？可以的。啊，首先啊，代沟的问题就是理解
大家相互理解太少，人跟人之间靠的是沟通，是靠的是理解，明白了吗？因为你老把自己作为妈妈来教育他，这孩子就不能接受。嗯，你比方说你跟孩子先两个人一起玩个游戏，他喜欢的游戏你跟他一起玩，玩完了之后你再跟他讲话，他就容易接受了呀。对的，在心理学上这就是一个相通问题呀。是，明白了吗？你这个境界跟他的境界要在一个平台上，他才能接受啊。你比他高的话，他就会害怕你把他砸死啊，明白了吗？ 对，明白，明白。嗯，就是因为有时候就好像就念经，因为念经需要比较多的时间，可能在陪伴孩子身上就花费的时间会比较少，造成孩对造成孩子就有时候就不理解妈妈的这种行为，就是你想一想啦，妈妈对自己的关爱会很少。对啊，你自己想一想，你过去你自己对自己妈妈也是有这种想法的呀。那就是妈妈没有文化，妈妈有文化的话，你随时随地可以关爱孩子，但是你不一定给他时间多呀。这孩子啊，妈妈现在要洗碗了，没时间陪你啊，你自己乖一点，好好做。你就这么一句温暖的话，孩子就会觉得妈妈在身边的呀。啊，就是还是要语言上要进行沟通。对啊，你已经时间上不给人家了，语言再不沟通，那你哪来的让人家得到感觉到母亲的关爱啦？对的，对的，干师傅慈悲，干师，是的，对，就师傅可以开示一下教育上有什么妙法吗？除了刚才您说的，教育上的妙法多着呢，一个是放低自己，对不对啊？还有以身作则啊，这个言传身教，还有嘛，把自己过去讲给孩子听，像讲故事一样，让孩子能够理解你，同情你。这种都是非常好的方法呀。好，对不对呀？对，你告诉他妈妈曾经小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曾经怎么样怎么样，孩子进入你的童话世界了呀。他就会慢慢的明白了吗？明白。干师傅干师傅慈悲干师。就有位师兄呢，梦到在法会上刘同修是位医生，然后刘同修和这位师兄说，我来帮你开天眼吧。然后那个师兄说不用了，不想看到这些东西。然后刘同修就说，之前有位师兄的先生也说不开天眼，后来就永久也开不了了，请师父慈悲解梦。开干嘛啦？他看见有什么？他看见之后，他以后看见那个鬼怎么办啦？而且他看见之后，就是，他慢慢的功高我慢，他最后自己把自己害死啊。对啊，但是就是这个是梦里面。就是梦里面那个刘同修说要帮那个师兄开天眼。对呀，就是要帮他开天眼。刘同修啊，刘同修自己有天眼不啦？没有，自己没眼没有还帮人家开，就是等于你没钱你还说我来帮你搞大公司，帮你以后很有钱，你相信不啦？不相信。就是不是刘同修他修行上有没有偏差呀？肯定的，100%的。那是偏差在哪个方面呢？是偏差在我们说学佛啊，讲这些啊，灵通啊，神通啊，疑神疑鬼啊。哦，啊，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明白吗？要重信正念，明白，啊，明白。感恩师父，还有下一个问题，就是我师父，我们就可以做那个杀菌净化空气的产品生意吗？可以的呀，你做什么生意都好，你就要凭自己良心啊，不要去做假大空就可以了嘛。哦，就是那个杀菌它不属于杀生的哈。同学问，我不知道。哦，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不知道，像这种事情，只要为众生得利益的话，对不对啊？对众生有帮助的，你都可以去做嘛，众善奉行嘛，好了。对对，感恩师父。师父可不可以感应我们这里的佛台有没有菩萨来啊？因为有一天晚上呢，我就梦到我们的佛台不见了，然后就来了很多其他的人，就供了各种各样的。就台左佛，可能各种各样的神台或者其他宗教的那个台子，然后后来就梦里面就找师傅也没找着，然后就第二天就梦里面的第二天，然后就再回到家的时候，然后就佛台都还在，但是地上呢就有就其他的供具，师傅可以帮忙感应一下吗？我们这里的佛台有时候不干净啊。啊，
啊，就是不干净啊，有时候不干净啊，会有其他的灵界来的呀。哦。啊，就麻烦一点了，听得懂吗？哦，我这样子，那、啊、是那香可以放在佛台上吗？可以啊，香为什么不能放在佛台上？哦，香可以放在佛台上。啊、嗯。哦，那不干净是指，因为有时候就不干净，就是、因为你今天这个人去插香的人。啊脑子有杂念都是注意不干净啊。哦。你今天弄脏手去倒水杯，你拿个水杯用手这么搓两下，你这算干净不啦？哦，明白。好了。明白，感谢师傅。哎，师傅，就是我们在上香的时候，如果另外一个人他如果不信佛的话，他在另外一个房间，他在比如说，洗澡啊，或者是上厕所啊。这有关系吗？会不会有啊？有个有关系，你不能经常的呀，偶然的没关系。哦、经常的话，菩萨就不来了。哦。你也不能每一次上香了你就上厕所，那菩萨每一次上香就不能来了呀，因为太脏的地方菩萨到不了的呀。哦，行。嗯。甘师傅慈悲甘师、嗯，请师傅给我开示几句。开示几句，你人挺好的，很认真，很努力。其实你可以。以后可以负责更多的东西，但是问题就是要稍微人要变得更有智慧一点吧，嗯，哦、不要太就是说太执着呀、啊，因为你从小就执着啊，小孩子。对对，嗯，是的，很执着。啊、甘师傅慈悲甘师傅，师傅就是上次您看有一个同修，他的莲花有菩萨保佑，那同修就想问，就。什么情况下莲花才能有菩萨保佑呢？你修得越好，菩萨越保佑你的莲花。哦。你修得很好，你比方说你这个好那个好什么都好，菩萨这朵莲花在上面越长越大，菩萨就照看呀。哦，确实是看、靠自己的修为。对呀、啊。越修得越好、哦、菩萨越保佑。对、啊、感恩师父。师傅，那个大杯水或者圣水可以加一点开水进去一起喝吗？因为有时候如果那样喝比较冷，可不可以冲开水进去喝？可以啊。但是最好嘛，就是在顶在头上顶一顶吧。嗯哦，好的，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好，今天的问题问到这里。好，感恩师傅、啊、师傅保重身体，再见，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同学们业障自己背，感恩师傅。喂，你好。台长你好。你好。台长。嗯。同修家人找通灵人对他会有影响吗？家里找通灵人对他当然有影响了。通灵人什么叫灵啊？灵不就是灵界呀、啊、等于讲的不好听的话、嗯、你讲的好一点你请来的可能是仙啊神啊，你讲的不好听一点都不请来不都鬼啊。嗯，他没有去找啊，只是他家人去啊。我问你啊，你家里吃荤的东西你闻到不啦？闻不到，闻到。好了，你们家里人杀鱼你没杀，你算、啊、你说你有罪不啦？有。好了。啊，明白。家人告诉同修，通灵人从亡人的眼睛里看到同修身上有一团黑气，同修要如何向菩萨说呢？台长。多念礼佛呀，多念礼佛就好了，没关系的。这种人身上有黑气、哦、那是暂时的，你只要好好修、哦、修得掉的呀，明白了吗？哦，要礼佛要多少遍啊？好，礼佛的话你就好好念嘛就好了，像礼佛一般那么三遍两遍都可以。哦，这个没有关系啊，明白，台长。第二个问题是同学了，一位佛友做过相传的梦。梦里舌头长了很多头发，他把舌头上的头发拔掉，这梦是什么含义？台长啊，不要乱讲话呀，招惹是非了，招惹而且男女是非呀。舌头上绑这个头发、哦，头发都是女人的头发，长呀。嗯。哦、好了。哦，对的，明白了。为女人的事情被人家讲了，听不懂啊？啊，明白了。或者他去讲别人嚼舌头啊？嗯。哦。好了。我、哦、明白了，师父，现在因肝炎的疫情严重，很多佛友因为疫情问题医上没有功德的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好好念经呀，
现在又是、这是全世界的问题啊，好好念经嘛，好了。要向菩萨祈求嘛，希望疫情赶快过去，对不对啊？菩萨保佑啊，全世界疫情快点过去，对不对啊？好好的，让我们现在我有个时间可以好好的静下来修心，感恩菩萨啊，对不对啊？过去嘛，总归要过去的呀，任何一个灾它都会有过去的呀，明白了吗？明白。有一个过程的，台长帮我开出两句啊。第一句，口齿还是不清；第二句，鼻子还是不好。鼻子啊，鼻子也要医啊，台长。鼻炎呐、你这个鼻炎很麻烦的，要多少小房子呢？如果那小房子要大概要多少呢？慢慢再打进来再问吧，现在不跟你讲了，好了，好，感谢台长，再见。喂，你好，师傅好，请讲。师傅好，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师傅好想你，师傅。谢谢。师傅。哎呦，师傅我太激动了，师傅。师傅你知道吗？菩萨慈悲又救我一次，师傅我今天早上梦到你了。我来了，我梦中四次了，我这次业障爆发。是菩萨保佑，师傅教出我的，真的师傅，我太感恩菩萨了。你想想看，一个早上你让师傅来四次，你这个业障还小啊？不是，师傅，今天早上梦到你一次，之前梦到师傅三次。啊、四次啊。对，总共梦了四次，就是我这一次业障爆发的时候。很厉害的。你这个业障肯定厉害的。对，很大，师傅，你知道吗？我今年是修心灵法门第五年了，师傅知道吗？我还好，一直听着师傅的话。师傅，我第一年修的时候，刚开始念经，师傅就让我梦里告诉我，他说你有杀业，你知道吗？然后这次师傅跟我看图腾，就是说我前世的业，杀业爆发，知道吗？师傅，菩萨好慈悲，好灵验，真的有求必应，我太激动了，师傅。自己好好的了，真的，菩萨给你多，你给菩萨少，自己要自己知道。师傅，我对不起的了，我错了，我没学过之前做错很多事情，学过后我也修的不好，有时候请师傅慢慢的吧，师傅我改。学佛之前不好，学佛之后也没好到哪里去啊。对的，师傅你骂骂我一定改，我真的。我骂骂你也没用啊。要靠你自己好好的改的呀。对，我改，我真的改，从他妈妈好慈悲，真的。师傅，我真的，那个师傅，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前世跟师傅好久缘分是什么，师傅来了我梦里面好多次，你知道吗？不管是谁，缘分这个东西要自己要延续的，你没有延续你就没了，你不学佛，你跟师傅没有缘分了，听得懂不啦？师傅，我真的。我还有，我一直从我修心灵法门到现在，我一天都不敢懈怠的，师傅真的。我就相信师傅说的话。我那时候2018年的时候嘛，我就问师傅嘛，师傅说我前世的业障很重嘛，然后那我也不懂了，什么叫前世的业障？我现在都是菩萨一直给我梦，我终于明白了，我知道了，师傅。对啊，菩萨也在救你啊，让你看到你的前世啊，听不懂啊？对。我知道了，我的前世师傅，我忘了，真的师傅，感恩你师傅，如果不是你，我真的早就死掉了，真的早就不在了。好好修啊，听得懂吗？师傅，好神奇的，就是前天晚上嘛，我一个同修，我就一直跟他有联络，他们家的小伙子才8岁半嘛，然后他妈妈跟我说他小孩子有会开了天眼。然后念经的时候闭着眼睛念经，然后他说那个经文一直在脑子里面转，金光闪闪的，然后这样子，然后他小孩子很乖，每天都背师父的佛言佛语，然后他说他那天背的时候呢，就看到师父来了，师父摸他的头说他乖，然后我跟他聊天，然后他妈妈说他有求菩萨问莲花，然后怎样，他说你也可以求一下菩萨，他说因为你现在有大劫，你问一下菩萨。莲花在不在？我说
哎呦，我都不敢，我说我都不敢求菩萨，我自己修的不好，我说业障爆发了，肯定我自己修的不好。结果呢，我说除非你们家小伙子帮我问菩萨，我说，结果就这样子说了一下。第二天一大早，他妈妈打电话给我，他说他家的小伙子晚上梦到我在一所大学里面考大学，说我考的科目是英文，然后我有一道英文题不懂得做，就去问这个小伙子，那小伙子说他也不懂得做嘛，然后他就带我去观音川，我们两个就去观音川，然后去了观音川呢，就碰到一个师兄，这个师兄是清华大学毕业的，然后他就帮我翻译这个答案是好好修，然后我就把那个答案填在考卷上面，然后好了，考完试以后老师就给我颁奖，给我考了满分，然后给我颁奖那个奖状，他给了一个奖状给我，上面有观音菩萨的画像，还有一朵莲花，然后那个老师还颁了一个奖杯给我，然后我就很开心的拿着奖状开着跑车回家了。嗯，我说这个梦是莲花还是我的莲花证还是结过了师傅？莲花还在，像你这种人不要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听得懂吗？容易激动的人不容易言，不能有不容易有恒心，听得懂吗？嗯。激动的人不容易有恒心，哎呦，一想起来激动的不得了，要有恒心的，听不懂啊？嗯嗯。啊。师傅，你骂我吧，我真的还好，我一直努力念经，我一天不敢懈怠，这是脑子没智慧吧？你没智慧，没智慧就是没修好。对呀、啊。哎呦，真的！你要是有智慧的话，你就是有修得好，修得好，因为菩萨的智慧是修出来的，听不懂啊？嗯，就是我的是不是我是不是哪个戒律没守好，就是口业还没守？我昨天晚上还梦到我在洗碗，我做梦还在洗碗。宵夜呀、啊，叫宵夜呀、啊，好吗？啊，然后我还看到师傅拿个话筒在那边开示，然后我在旁边好多水果和蔬菜，我在拿那个袋子在装。嗯，这样子我，嗯，好好的改毛病了，不要一天到晚讲梦啊，要在现实，活在现实当中，好好改毛病。师傅，我那个结，那师傅还说我这个结很大，挺麻烦的，然后说我明年会走人，然后，说我的肾脏以后会得癌症，但是现在医生没有查到，我6月8号还要去医院复查，去验血。肾癌呀、啊，肾癌嘛，肯定的，讲都不要讲了。你像你这种人，像你这种人做错很多事情，你不知道，你的口业很重啊。哦。一会儿说人家不好，一会儿说人家好，嘴巴不停的讲，整天讲人家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啦？嗯，对不起，嘴巴的真的太烂了。师傅，我就是要许3波108遍的礼佛，配多少小房子忏悔这个口业？没有什么，小房子归小房子念嘛，好了。哦，那我这口业就许多少波礼佛好，能够消掉我。108遍至少的，这里刚刚在消、哦，那里又讲了。像你这种人，我觉得好好的把你手，好好的把你的嘴巴跟我闭起来。好的，师傅，我一定改，我答应你，一定改。嗯，改了，好好的修了。好了，好了。我还有一个问题问一下你，就是我这次的业障，就是说我有一次发业了嘛？那很多同学就迷惑，我说刚好你在这里也开示一下嘛。因为2018年的时候，师傅给我看图腾，说我的业障只有13%嘛。然后现在就同学说，为什么你的业障那么低，还有那么大的劫爆出来？那我给他们解释，我说，嗯，师傅当时给我看的那个业障是当时修的状况，那个业障消的那么多，但是我们通过不停的念经念礼佛会激活。84年中的业障是不是这样子，师傅？你看，你就是嘴巴喜欢乱讲，不是这样子的哈。啊，就是乱讲。你这个人有业障，业障是因为你的前世、在前世和你今世做的业，他、嗯、在那里也不会消掉的呀。你做了这么多功德的话，就消掉业了。嗯、我问你啊，你犯了罪了，你杀了人了，你拼命的在社会上做好事，你就不判刑了？嗯，还乱讲话，你告诉你这种就叫嘴巴就在乱讲话，就是有业啊。哦，对，是业，要忏悔啊。你们开玩笑了，不能乱理解乱讲的，你多看看师父的白话佛法不可以啊？
师傅，我读师傅，那我许三波108遍礼佛，针对这个考验忏悔，然后小房子，那我现在这个业障的话，我小房子，我小房子没关系的。哦，就自己刚好改毛病，哒哒哒哒哒哒哒，你看到现在还这个毛病，你改得了不啦？对不起，师傅，没事，菩萨忏悔，向师傅忏悔，好忏悔了，我一定改，师傅。毛病那么多的嘞，像你这种就是一个婆婆嘴呀、啊。对的，对的，我不知道。你说说看，你这个嘴巴，你讲一讲，你从小到大，你这个嘴巴，你害了自己多少次啊？对的，师傅以前也是这样子说我，说我要少讲话。好了好了，乖一点了、嗯，自己好好改毛病了，少讲少讲话，多念经，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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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改吗？现在就改，什么时候回去再改啊？你现在讲话光，现在就要马上就要不讲，少讲话。好的，我从今天开始我就听着师傅的话，然后记住。今天开始了，每次都说今天开始。有病啊！好好的改啊，真的。好的，我一定改。菩萨好慈悲，师傅。好了好了，今天把门太里面了。好了好了，乖一点了，没什么话好讲的。自己师傅，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你哈，就是我们家的小孩，我给他许，去年我给他许了500张小房子，还有1万条鱼，我就1万条放完了，然后那个小房子我还给他念了一半，然后他就是那个不吃饭了，现在吃的很少，我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他就是爱玩游戏，然后他不吃饭了，问题在哪里？把菜烧的好一点，他就吃了。不是，他一吃的荤菜，那个嘴巴就烂，就肿起来。谁叫你给他吃荤菜的？他爸爸给他吃，我也没给他发荤菜。好了好了，你写信到秘书处来吧。整个一个脑子糊涂的一塌糊涂的人。好了好了，师傅，写信过来吧。好了。好的，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再见再见。嗯。感恩师傅，师傅保重。嗯嗯。哎。你看看这世界糊涂上的糊涂的人太多了。喂。哎，赶快讲。白师傅，我帮同学问几个问题。快一点了，没时间了。好啊，请问师傅，师傅之前开示过，上厕所的时候不能听和看佛法相关的内容。同修问师傅的心理学的书，上洗手间的时候可以看电子版吗？随便你，想怎么看就怎么看，训不死我的。好了。对不起，同修有梦到说跟男朋友分手之后念姐姐咒，梦见男友给了他16000的分手费，请师傅解梦，这是要给谁念小房子？这男友给他是不啦？对，给了他分手费16000。那很简单了，这个男的欠他的呀。哦，这个男的欠他的。欠他的话，他就给他念念姐姐咒，化解冤结们就好了。哦，念念姐姐咒。这种男的没好处的，下辈子么偷女人再被人家甩掉呀。哦。好，明白，念姐姐咒。然后同修梦到朋友家的狗变成了石像，眼睛流血。请问这代表什么？不好啊，他家里要出事啊，或者他周围，过去石像一流血的话，这个周围环境都要出事的。哦，好，明白，感恩师傅。然后也是一个梦境，同修梦到自己在梦里面问命根中还有没有儿子，然后在一棵树下拿到一块圆的这个龙凤玉，玉上呢还有一个日期，写着7月15号，请师傅解梦。还有没有缘分啊？他问的。对，他问命里还有没有儿子。嗯，有龙凤玉吗？肯定有了，还有儿子啊？肯定有。好，肯定还有。接下来也是个梦境，一位老妈妈梦见家里是个院子，周围的墙倒了，请师傅解梦。家里是个什么？家里是个院子，家里有个院子，哎，然后周围的墙都倒了。那不好啊，周围环境产生变化了呀。周围环境产生变化了。好，感恩师傅。然后接下来是个梦境，同修梦到在路上走着，手里的塑料袋掉在了地上，有一只小乌龟爬了出来，变成了他的小女儿，然后再向大海的方向跑去，感觉好像是要回他的家，同修在后面追，想送送他就醒了。他的女儿就是乌龟投胎了。就是乌龟投胎啊，讲都不要讲的，而且现在心里不开心，要回去。现在心里不开心，肯定他跟他不开心了。
好，那好，接下来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药精者长期在人的身上，但同修一直坚持超度，药精者走了，人会有什么感觉？就同修感觉晕了好几个小时，忽然之间就身体轻松，感觉很舒服。完全正确。哦，就是这样的，还问我啊？就是、被超度走了，超度走了，感觉就是开始的时候头会晕的，晕了之后他就走了，因为他过去一直他主宰着你的灵魂呀、啊。听得懂吗？明白了。然后接下来也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就是低于，不好意思，对，是这样，就是是用麻布制作的拜垫可以用吗？如果是用黄色或者红色的这种麻布料，麻布制造的什么？这种拜垫。拜垫啊，不是太好，做啊、这个。因为麻布嘛，过去讲老实话，这是披麻呀，听得懂吗？披麻戴孝呀，不好的呀，好，明白。然后也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就是低于六寸，大概就是低于20公分的菩萨像，能否供奉在大的佛台上？低于什么？对不起。不好意思，是低于六寸，就大概低于20公分的菩萨像，小于六寸的这种、能否供在大的佛台上？多大？我没有这个概念呢、你说六厘米呀、你说对，六寸。对不起师傅，这个六寸我不知道多大，就像一张照片差不多吧，六寸的照片呢，可以是可以，要看的呀，你现在放上去，凡是你感觉到不大尊重的就不要放。就大概是20厘米。啊，太小了呀、太小了。好，然后也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同修自家院子里的柏树不想种了，不想栽了，想送给别人，别人说想拿去种在墓地，请问可以送给他吗？送给他了，你也没办法，只能送啊。好，师傅，然后接下来是也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同修在外打工，住的是地下室，他在地下室可以供这种小佛台上香念经吗？在地下这种不是太好，它是属阴的呀，听得懂吗？好，明白。然后还有一个是关于小佛台的问题，就小佛台的菩萨像，暂时请不到金色的相框的前提下，可以暂时用白色的相框，这样合适吗？可以的，不要用黑的。不要用黑的。好，感恩师傅。然后师傅之前开示过，菩萨像不要放在佛台的下面。那么已故父母的遗像可以放在佛台下面的柜子里吗？这样如理如法。可以，不要竖起来就好了。不要竖起来。躺下来。躺下来。好，然后接下来也是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同修洗了大蒜，然后洗手去点小房子，点完之后发现其实手上还是有这个味道的，那么这个小房子还能用吗？就是否需要重新作废重新点？如果味道很厉害就不要了，不要用了，臭了不得了。好，然后师傅接下来是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师傅节目开示说可以给自己百年后存储小房子，想请问有没有这个限制的数量，比如说自存2-3千张，这样可以吗？可以。可以。好，感恩师傅。然后接下来是现实的问题，就是请问打雷的时候小佛台可以上香吗？小佛台在初一十五和佛诞日可以上大香吗？小佛台是吧？你没有佛台你就可以上，你有佛台的话你尽量种大的了，小的毕竟菩萨不来的呀，只是知道呀。中转站呀，它是中转站呀。中转站。好，明白。然后接下来请师傅解一个梦境，就是同修之前梦见自己的莲花是粉色的，非常大的莲花，然后呢今年梦见自己的莲花是金光灿灿的，但是只有碟子那么大。莲花小质量好，这没什么问题。也没什么，虽然说变小了，但是颜色还是对呀、变成了金色，金色是好的呀，金色是好的。好了，快点了，没时间了。好，那师傅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师傅之前开示过说给别人送剪刀不好，会剪掉缘分。那么请问，如果自己犯桃花，除了念诵解结咒，可以给对方送剪子来剪断桃花结吗？不要了，送把剪刀不好的。送剪刀不好的。你要念解结咒，不知道比送剪刀好多少呢。对，
念姐姐咒。过去人家下杠头嘛，就是把对方两个人的名字一张照片拿个剪刀不停的剪呀、这就叫下杠头呀。好，那请师傅最后一个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就是同修想在房间走廊挂大悲咒，那墙背面呢是老人住的房间，每天都在房间里会大小便，就是味道比较大，那走廊也有味道，每天会喷这个香水是吧？然后请问就是可以挂大悲咒吗？挂大悲咒没问题的，不是佛台就可以，因为不是喷香水就能去掉这臭味的呀。听得懂吗？明白。就是说香的味道压过了臭味道，但是臭味道还存在的呀。是。啊，明白吗？好，明白。那请感恩师傅。那时间就。没了，大姑娘，下次吧。啊，行，没问题。好，再见。好，感恩观师傅。你乖一点，师傅。你这小丫头讲话蛮快的，还不错的。好，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再见。师傅再见。好，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